好，对，这里是客服热线。干什么嘛？做漂亮女人。今天的妆好像特别的特别啊。是的，我就画了一个小蝴蝶，我是蝴蝶学习小组长。走，我现在去，你就现在去拍出发照。然后我头上别了很多卡，所以我不敢动。而且我这个耳环是挂上去，我今天不会动的。玩游戏吧。可以玩什么？逛菜园。其实我想玩憋笑挑战，但是憋笑挑战的话需要人多，而且大家都有眼镜。怎么样？到小丑。不然玩。你养过宠物吗？是什么？养过，小时候养过猫咪，养过狗狗。你最想去的约会地方是什么？你之前养的宠物名字叫什么？狗狗叫门墩儿，猫咪叫咪咪。你相信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日久生情。最害怕什么东西？说出三件。蟑螂，闲着，没钱。你喜欢做家务吗？喜欢。我喜欢打扫卫生，但我不喜欢洗碗了，干嘛？我不是喜欢打扫卫生，我喜欢家里面干干净净，但是我不喜欢动。那你觉得感性和理性你属于哪一种？并存。晚上一般几点睡觉？三点以后。最喜欢哪一部电视剧？一天。有朋友找你借钱，但是你借钱后这个月也不会花，你怎么办？是每一次来上海都会觉得开心吧。每一次都希望能逛逛街什么的，但都没时间了。每一次都逛不了街。每次都逛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牛奶气和林雪婷呀，大家一起来造一些电路叫 Y3K， 超现实眼妆就是那么有价，六种真谛都会变换角度，一片灵动自信都敢装，都是肩上随机机会，虚实迷惑。No。